最近啊，闪电这越来越狂，一直老怼旋风，也有一横的老铁怎么讲，为旋风抱不平啊，感觉这家伙又隔龙这么猛哈、啊，该把旋风放开了啊，教训教训那小不点儿，今天就把他搞出来吧，让旋风出来哈、啊，大家也好久没见旋风了，今天让他出来看一下啊，上手他能给他来个特写镜头。 这是坏了啊！来看一下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旋风刚才喝水给蹭坏了啊？哎，你，哎真特别能尿啊！我感觉啊，没有事就查查旋风出笼以后能尿多少啊就行了。 闪电还不是他的敌人，根本不配做对手，修罗才是。你看旋风的状态，是吗？这儿，旋风出来都不屑于怼闪电啊！过来，看，他就去那儿，再怼一个吧。
看完了，一个动作把旋风吓到了啊！再来一次，看还有没有出笼的状态啊！再来一次。 哎呦，爬哪了？有刺啊！刚刚在旋风眼里啊，在旋风眼里只有修罗是他的对手。看旋风好像看到碎花了啊！ 太满了，好像除了猛以外，哈，像他吃东西是绝对没什么看相的，怼他。 这边是芭比啊，芭比上来了吗？呀，送娃就尿。
别咋吗？散了。师傅，过来。进来。进来。